家好，我是钱江晚报的记者马黎。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四位良渚考古一线的大咖一起来聊一聊良渚的话题啊。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对浙江历史的一个回顾。浙江历史有百万年的历史，从万年开始讲起呢，其实有上山文化，然后再到这个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然后呢七千年的这个河姆渡文化，然后再到我们五千年的良渚文明。那么很多人都会知道那句话，就是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今天我们就是围绕这个良渚的话题，跟几位老师来聊各种良渚的一些关键词。今天四位老师其实他们各自有他们的这个特别独到的领域，比如说我身边的刘斌老师，他是良渚古城的重要发现人。旁边这位王宁元老师呢，他是我们良渚水利工程的这个重要发现人。然后我们陈明辉老师，他是我们良渚工作站的站长，也是对于良渚和世界文明的关系有非常独到的一个见解。而我们方向明老师呢，他是我们良渚玉器的这个重要的研究者，也是我们良渚玉器献会的第一人。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各个角度来轻松的聊一聊这些话题吧。先刘老师来说一说这个古城。实际上是大家来看良渚遗址公园呢，这么大的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它又是经过了四千多年以后啊，那么城墙啊各方面的结构呢不是特别的明显，可能很多人呢会看不懂。那么实际上到这个地方来呢，首先是我们要理解良渚古城的它的一个总体的空间设计啊。如果站在这个宫殿区莫角山上面，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地方呢三面环山，那么它是一个居中的位置。那么从莫角山的中心位置到三面的山大概都是3公里，那么说明当年的人他的设计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以山为果，天地之中这样一个理念在设计的，我相信啊。那么另外呢，它的整个的结构来讲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宫殿区啊，东西有600多米，南北有400多米这样的一个人工高台，大概有这个30万平米啊。那么它的这个高度呢越中心的位置几个宫殿区呢最高，那么最高的那么大概有16米，那个基础的高台人工堆的部分呢相对高度大概有12米。那么然后这个宫殿区的西侧的当年的规划呢，那么是一个贵族墓葬啊。我们知道很著名的当年86年发掘的反山就在宫殿区的西北面啊，它在南面呢后来我们又发现了江家山，那么它的这个中间跟宫殿区呢隔了一条这个人工的这样一个河道啊，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宫殿区的南面呢，它是一个仓储区啊，一个古代的粮仓。我们发现被烧毁的粮食呢大概有将近20万公斤啊，这么大的一个粮食的储备。那么它的东面呢是一个南北这个贯穿内城的主要交通的一条河道。那么它的这个内城墙最初修成的这个城墙呢是围绕着宫殿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又用了这个东北角一个自然的山智山西南角一个自然的石头山凤山作为这样一个对称的设计。那么当年呢城内呢是一个水陆交通这个有非常多的河道，那么河道两岸呢都是居住的工匠这些这样的一些那么在良渚古城形成一段时间之后整个良渚古城的延续时间有大概1000年。那么到它的比较晚期的时候呢它城内可能住不下了，那么就往外扩。那么南面呢有东面还有北面都有明显的这个围绕的这样的一个城墙状态的外郭城。从外郭城来算，那么大概有8个故宫这么大从内城来算呢形象的比例大概有4个故宫这么大那么在5000年前呢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古城的设计是一个总体的在这个三面环山的这样一个平原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靠近它的这个北面
啊，西北面啊，它是外围的水利系统，啊，跟古城整个是一个配套的设计。然后它的城的西北面的外面，跟东北面的啊远处呢，山上呢，啊，有这个瑶山跟会观山，它的这个观象台啊，也是贵族墓地，啊，大概这样的一个啊规划布局。就刚才刘老师也说到这个水利，我们他们梁主任当时其实是划着我们的这个竹筏，可能在日常的这个行进中用到的这个交通工具吧。所以我们水利系统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们当时的一个创造，梁主任的创造。其实我们从2009年到2016年，一共发现了11条这个梁主工程的这个水利系统，在同时期的世界应该是属于规模最大的，王老师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这个水坝系统。所以请你来说说看，这个当时梁主的这个水利。其实这个梁主的这个水利系统呢，它是分三个部分的。那么最早发现的呢，其实还不是2009年的，就是最早那个唐山啊，就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前辈的这个王明达先生，他就觉得哎，好像是有人工的，那时候年代不知道。但是后来90年代，就有我们很多同事啊，包括这个方老师，他们都在那个在这个唐山的不同的位置吧，经过一些发掘，而且确认，哎，对，90年代吧，就哎，在毛耳洞啊，很多地方都做过一些调查和发掘。那么对这个唐山这一段，它的这个年代啊和性质吧，基本上是推论为这个说是挡水坝啊，是一个水利设施。那么等到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这个刘老师哈，他这个组织人呢，在这个西北面啊，就是我们这个距离梁祝古城有8公里的那个港公里，发现了这个高坝系统。那么然后调查以后呢，发现它有6个。那么到了这个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又通过卫星遥感的方式啊，在这个高坝的南边3.5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低坝系统。那么那一次发现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90年代确认的那个唐山，和这个2009年发现的这个高坝系统，通过这些山啊都把它联系起来，然后2011年的时候，相当于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整个系统啊。那么这个系统它有一个什么样显著的特征吧？一个呢，它的年代早，就是我们在这个水利系统这个每个坝里面呢，我们其实都做过碳十四测定，大概有20多个，全部呢都集中在接近于5000年前后，大概就4950年啊，最密集的那个年代。那么这个是属于梁祝相当早的一个时期了。那么我们中国呢，这个是一个水利史很悠久的国家，但是我们中国的水历史呢，以前你翻开这个水历史第一章《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这个年代呢，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夏代嘛，就是4000年吧，哈，就4000年出头一点吧。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水历史里边，真正发现的水工遗迹啊，这个灵渠啊、白渠啊、雀碑啊，这种春秋战国的，也就是说只有2400-2500年。那么梁祝这个确证的这个水利系统啊，他呢就把这个中国水利史呢翻了一倍啊，这个呢是它的年代早。另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规模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梁祝古城啊，它是一个都城，它最远的那个水坝啊，就高坝呢，距离它有11公里远，也就是说完全是超视距的，你是看不见的，你只能看见远远的那个坝依托的那个山哈，那么距离特别特别远，然后呢，它控制的这个规模呢，它大概有100平方公里啊，高坝区和低坝区总的这个库区面积大概有13点几平方公里。这个13点几平方公里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现在我们西湖啊，西湖这个里西湖、外西湖加起来，2个西湖这么大，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另外呢，水坝里面呢还有用这个打桩，然后用草管泥啊，等等等等，这个技术，这个可能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对对对对对，就是一般梁主人堆这个临水的这个建筑的时候呢，它不是用我们理解的用一般的黄土这样直接堆，因为那个东西不牢的，因为水的压力也挺大，然后有冲蚀，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是
引水面就水库的这一面要承载很大压力的地方呢，它其实是有很多一堆一堆的草果泥。草果泥呢其实就是这个芦苇啊，就是我们这个湿地里面的芦苇砍倒，然后把黄土或者是淤泥把它包起来，大概有这么一包，像个叫花鸡一样的这么一包，像小枕头一样的四十来公分啊，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像我们现在砌砖一样的，哎，戳缝的，这样砌的，纵横砌的，那么形成一个整体。用了草果泥以后呢，根据这些水利专家的这些实验的分析，就是说它的抗碱性，就是抗这个爬拉的那个程度提高了6倍，就比散土提高了6倍，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种工艺。另外呢，还有就有可能我们现在发现，在这个良渚古城的某些坝下面，我们发现了水稻的植硅体，就可能有水稻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它可能也还有这个自流灌溉的功能。所以我们觉得良渚水利系统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然后功能设计非常科学，作用就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体系。我觉得呢，它实际上是改写了中国的水利史的，也改写了世界的水利史。其实就是非常复杂的，两者想了非常多，对，其实像一个设计师一样在设计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家园。可能我们只能在莫角山上感受一下这个视野多开阔。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去我们的良渚博物院里看这个玉器，所以玉器是非常直观的跟良渚人感受他们当时的这个所思所想精神层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载体。所以方老师来说说我们良渚人特别厉害的这个玉器。玉器有很多的表述层面啊，讲的中华文明起源过程当中，它这个本质或者是推动力是什么啊？然后在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玉文化源远流长啊，这种崇玉爱玉的心理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啊。这种传统啊，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那么从观念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这个起始的时间还蛮早的。真正的形成啊，你比方说这个从用料来讲。开始用透散式的这个软玉啊，从工艺上来讲，这个各种的这个切割技术或者是雕琢的这个工艺都达到了这个很娴熟很高的水准。从种类上来讲它不仅仅就是单件的器物啊，不像河姆渡的时候只有管珠啊或者是矩啊这些少类的东西啊，到了5000年左右开始，从最早是东北的红山啊，还有江淮地区的这个林家滩，还有包括太湖的这个松泽，他们就进入到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多种玉器，或者我们讲这个成族的玉器，来反映拥有者的这个身份等级和地位，然后呢，也彰显你这个聚落的这个等级和规模啊。然后同时期呢，它也是这个。意识形态或者是原始宗教观念信仰的一个物质化的一个载体啊，良渚文化的玉器，它就是这种等级制度的最好的这个反应。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这个都是相互的啊。你说之前我们大家讨论这个良渚为什么他选择一条玉文明的道路啊，其实这个选择这个道路跟他这个用这一套的这个礼仪系统，这个两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啊。那么具体到这个成熟玉礼器的这个内涵，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说，原来来自于这个生产工具啊，或者是作为砍伐，或者是作为武器的这个玉，在良渚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充分的被神圣化。啊，你像反山王陵当中12号墓那个大玉，它上面还刻了这个神像，所以这个工具的这个神圣化，在这个礼制过程当中，它是举足轻重的，这是一方面啊。然后另一方面，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良渚玉琮，当然有一部分研究者觉得它会有个发展过程啊，当然这个任何器物它都会有个发展过程。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考古发现来看，这个玉叶也好，尤其是玉琮，因为玉琮它没有一个来源体的啊，它作为镯来佩戴，但它不一定就是镯呀啊。那么它是我经常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几何体，
啊，这个象征当时这个先民他对于整个一个宇宙观或者对整个一个生命史的一个认识啊。你看为什么他虫他要做成这个四个角，要有四个巢，然后所有的虫它都是遵循着这个上面大下面小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从界面的纹样，它自始至终都是这个神辉来这个主宰的。之前我们这个刘老师有一个比喻的，这个应当说这个虫的灵魂就是神像，做工也这么复杂哈、啊，结构也这么复杂的这么一个实体啊，那么在高等级的大墓当中这个出现啊，而且还用于不同的场合。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我统计了一下这个虫的这个使用，至少有这个有八个场合啊，它头底下也会垫的啊，头顶上也会顶的，哎，对，它手上也会戴的，也会捧的，啊，甚至夹在玉璧中间也有，还有作为这个我们柱形器啊，小虫也好，它还放在这个棺盖顶上，等距离放在棺盖顶上，它要表示什么呢？他我觉得这个从一方面这个拥有他的人啊，他肯定就是掌握了这个当时社会的宇宙观宗教观啊。那么我们把它比喻成这个神权的拥有者啊，这个当然是这个非常贴切的哈。良渚的这个《陈祖玉礼记》当中啊，他还有这个一些就是标示你身份等级地位甚至性别啊，这一整套的这个东西，一整套的玉器。那么这些玉器那当然主要是头上使用的，头上你比方说我们所熟知的关张器啊、三叉形器啊、成组的锥形器啊，甚至包括高等级墓地当中这个四件一组的半掩旬的这个配饰。那么还有一些玉器啊，还有一些玉器，有些权杖类的啊，有些还有一些特殊类的啊。这个呢，我跟我们同事们经常在交流这种问题。那么我说良渚社会这么复杂啊，它领域这么多，我说至少除了这个统治管理阶级这一层级之外，你看我们刚才宁远老师讲到水利工程，那水利工程可复杂了，这它得有这设计者啊，它得有维护者啊，它得有经营者啊，然后要组织这么上千上万的人，他肯定还要有个劳工组织什么之类啊。那么你说这个，你古城里面刚刚刘老师也讲到这个东边那个河道那边上那么多的这个百工作坊，他肯定会有这个设计者、管理者，以及他最后他总要分配嘛，贸易也好，分配也好，这些人最后死了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来体现呢？那你像在同时期的这个新石器的这个高等级的墓地当中，他有时候会这个埋葬一些跟他身份相关的东西是有的，能够反映他当时这个复杂身份的，是吧？所以这些呢，我们以后可能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讨论工作的一个对象之一了啊。其实我们今天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观众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说到这个良渚文明跟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肯定会说到一个北纬三十度这样一个记号点，就是在北纬三十度上，我们一直说非常神奇，就是良渚文明跟这个古埃及文明，还有苏美尔文明，还有哈拉帕文明都处在三十度的这一个纬线中。所以如果要对比这个文明的这个不同或者相同点，我们陈老师能跟我们说一下？其实说到这个世界同时期文明嘛，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古埃及、两河流域，还有印度河流域。这几个文明呢，就是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非常宏伟的这种，像金字塔呀、还有这个城址。再比如说，他们也很早就破译了文字，所以对他们这种比较早期的这种发展历史，学术界是比较早就有认识的。那良渚呢，就不太一样。1936年发现良渚遗址，只是发现了几个遗址点，十来个遗址点，这个呢只能叫村落吧。然后来呢，我们86年之后呢，慢慢发现反山、瑶山，到90年代呢，就有很多学者开始讨论良渚到底是不是文明。有些可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认为已经是文明，可能也有三分之一认为还不是，然后还有三分之一可能在观望，就大概是这么一种状态。
然后呢，再后来我们留守发现这个水利这个古城，然后王老师又确认了这个水利系统，到这个时候呢，其实学术界也开始有点默认，就良渚呢也肯定是毫无疑问是文明，甚至是成熟的文明了，就进入国家阶段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80多年了。如果我们要说良渚是文明的话，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能够支撑我们这种说法？然后国外的这些已经很早得到公认的这几个文明，这几个早期的国家，他们有什么特征能够支撑他们进入国家这个阶段，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我是去阅读了大量的这种文献，然后其实发现很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规律。你比方说古埃及啊，古埃及它在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环太湖6000-7000年那个阶段，他们有一个文化叫巴达里文化，我们是叫马家邦文化。啊，这两个文化其实社会发展程度都还不是很高，应该还属于这种平等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再后来呢，他们有一个叫聂加达文化，我们这边叫松泽文化，就社会开始分层了，然后出现了不同的这种出现了这种高等级的贵族，然后呢可能至少是有2-3个阶层这么一个划分，然后再到后来他就进入了这个国家这个阶段，他们叫早王朝，跟古王国，然后来就建了金字塔嘛，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那我们良渚呢，也就是差不多5000年左右，开始有了这个古城跟水利系统的设计，还有这个玉里器的设计，就是有了这么一些这种元素。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地方吧，就是他们的这种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有一些这种节点性的东西。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感觉良渚大概在这个年代，它进入文明的年代应该不会比古埃及晚太多。再后来我又看两河流域的，印度河流域的，其实他们这种文化的发展都有它的阶段性跟规律性。一开始90年代的时候，很多学者在讨论啊，就是说因为良渚是没有金属器的，然后也没有说破译的文字，所以呢很多人就有点在迟疑，到底能不能把良渚列入到这个文明这个阶段。到后来其实大家更多的了解了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文明之后，大家对这种教条式的八股文式的这种文明标准，所谓文明标准，就已经不是太去用了。你比方说像玛雅文明，它就没有青铜器嘛。印加帝国它已经叫帝国了，但是它也没有说破译了文字，对吧？印度河流域它那个哈拉帕文明，它也没有破译文字，它跟我们一样发现了很多的符号，甚至是成组的，但是呢这个文字就破译不了。所以呢，其实这些标准呢，就是我们现在会从更多的角度去考虑它。然后其实说到同时期文明，就是还有两个地点非常重视，非常值得注意啊，一个是巨石阵，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爱琴海的那个基克拉底文明，就是我们希腊的基克拉底文明。对对对，这个里面就要提到一个很著名的学者了，就是伦弗鲁先生，他是剑桥大学的这个教授，考古学教授，然后在全世界都有很高的这种威望。他其实很60年代的时候就非常关注这个爱琴海文明，然后他就在克里特岛啊，还有这些岛屿上去做一些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现象，尤其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大理石雕像，在那个阶段跟良渚差不多，就是4000年到5000年那个阶段，在那一个基克拉底文化里面，他被生产很多这种大理石的雕像，然后他注意到这些雕像的大部分是出土在墓葬里面的，他会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一种物品。然后呢起到一种凝聚力的作用，然后因为它都是岛屿性的，然后这些住在不同岛屿的人，他可能会定期的在某一个地点进行这种聚会，或者搞一些仪式，然后形成一些凝聚的群体。然后他当时呢就非常注意到这个之后，他就非常关注良渚的玉琮，因为良渚的玉琮很早就开始流传到世界各地，像大英博物馆啊，美国的很多博物馆都有他的收藏。然后他觉得这个玉琮可能也是跟这个大理石雕像一样，起到一种这么样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作用。然后到2013年，我们这个在上海举办了这个第一届世界考古大会，然后他也是我们这个来听会了嘛，来参会嘛。然后他听到了我们刘所讲的这个古城，还有水利系统，他就觉得很震惊，说良渚居然还除了玉琮还有这么多非常有趣的这种现象。然后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我们把一些我们的这种考古成果跟他发给他，跟他共享。
其实在他这之前2013年他写过一篇文章的，在国外发表的，他在他的文章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在中国商代之前，长江下游就发现了这个玉琮跟玉璧，可能是起到了跟这个这个基格拉底文明那种大理石雕像一样的作用，就这么一句话。因为他对良渚不是很了解嘛，而且上次良渚呢就对良渚就有更多的了解，后来到了2019年呢，他就跟我们刘所一块写了一篇文章，在古物上发表，这么一个权威的考古期刊，然后他在里面就比较全面的讲了良渚的古城啊，讲了水利系统，还讲了玉器。就他在这个文章里面结语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他看来，良渚已经是可以称得上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这个其实是代表了这个。国外的一个主流的考古权威啊，然后对我们良渚的一个认可，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回过头来说，今天这个主题如果要总结，就是我们良渚文明跟这个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它的一个地位或者说作用应该是什么，我们四位老师都可以来讲一讲。考古上首先是谈到文明，我们的概念就是这个国家产生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原来我们对于这个古埃及啊，包括西亚，包括印度河流域的这些文明呢，那么他们都有比较这种高大的建筑啊，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工程类的。但是呢，通过良渚古城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工程来讲呢，我们起码可以理解当年的社会是跟古埃及这些是相类似的啊，社会组织相类似的，那么所以我们才得到这个国际这个学术界的一个认可。那从这个世界的这个文明类型的角度，其实良渚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埃及啊、两河流域啊、印度啊那些呢，都是以麦子啊，种植麦子作为它的那个文明的一个基础哈，包括中国北方地区以那个粟和黍的这种种植哈，作为它的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那么，相应的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类型啊，他们可能汉作农业，这属于汉作农业，它有一个有一些特殊的特点啊。那么我们良渚呢，是这个长江下游这种湿地啊，就是叫类似于叫沼泽一样的这种早期的这个稻作文明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些各个地的这种文化类文明类型比较起来呢，你就和这个汉作农业区啊，和这个美洲的印加玛雅那种以这个玉米种植为代表的那种文明类型，它彼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良渚呢，它去申遗的话呢，它是有两点。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在这种长江下游的一种区域国家里面，是以这个稻作文明作为它的一个基础的这么一个类型。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都城呢是营建在这个湿地上面的，沼泽地上面的，是怎么样去建这个早期的都市啊？这两点他觉得非常有特色。那我们刚才跟四位老师用比较短的时间来了解了我们良渚的其实各个方面的一个它的发现它的一个辉煌的文明、灿烂的文明，所以也非常感谢四位老师今天能来到我们良渚遗址公园的这个现场，跟我们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进入良渚。也非常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今天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能来到杭州来良渚，近距离的接触我们辉煌的良渚5000年的文明。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瑞丽，现在我正在站的在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良渚古城遗址。为什么这个地方很了不起呢？因为5000年前，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国家。这个国家呢，有国王、水稻、神位、尤其和王城。王城外围水利系统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也正式入选世界遗产的名录。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东方文明的圣地吧。
为了对良渚更加的深入了解呢，那我今天特意邀请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老师。我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讲解员朱静姐。那老师，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外国人的话要进去买票，大概是什么样的流程呢？直接需要把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然后按照切到英文版，然后把我们的护照的信息号码呀，就输进去就可以了。那老师想问一下，因为我是在来之前我看到了资料，他们就是说，良渚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摄政基地。你是的，对吧？你可以简单的给我介绍一下吗？可以的。其实良渚文化呢，它是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在我们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5000多年前，我们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早期的国家。所以咱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城是这个国家的都城遗址，所以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的一个国家。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是的，对吧？是的。那我看到了那边那个不就是杭州的 这三个吉祥物的话，是我们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是选了我们三大世界遗产其中最中心的。大家看这个 C 位的这个就是丛丛，良渚的玉丛哈，王字旁加个宗，玉丛，黄色的这个，对，这是丛丛。然后左边的这个是连连啊，那么包括右边的这是晨晨，是代表了我们良渚还有西湖还有运河三大世界遗产，也成为了我们2022年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这个就是水城门是吧？是的，有8座水门。这个就是南城墙的东面的水城门。水城门在哪儿呢？两排柱子之间。那么现在这里看到了吗？同样是这个小品格的雕塑，是5000年前的良渚先民他们划船进城啊，就这样做水上的一个交通运输的一种展示方式。因为他们主要是坐船的是吧？是的，是的哈。您看现在展示出来的就是5000年前的城墙的遗址。您看它的工艺，它在淤泥，它在它的地层上面铺了什么呢？大块的石头啊，这些石头是很坚硬的，它可以起到防渗水啊这样的作用呢。石头相当于做了一个很坚硬的地基的处理。那么墙体是怎么堆的呢？全部是用黄土，一层一层一层的黄土啊，粘性啊牢度啊都比较强的这种土进行堆的。所以这个我们良渚古城的城墙呢，是5000年前先民的一个创举。大家看到了前面那个高高的山头了吗？导游告诉我，那个就是莫焦山拱顶区，也是占了良渚内城的1/10。这是5000年前良渚这个社会，它级别最高，就社会身份地位最高的人，他居住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所以这个就算最高的了，是吧？但是这个高呀，它还不叫山头，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呢？这是5000年前我们的先民给它堆起来的。这样的。这里就是我们这个5000年前的先民们建成，它建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城？格局啊，功能。您看莫焦山宫殿就在最中间这一块。是的哈。Hello. What's your name? George. I'm so nice to meet you. Likewise.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n the world, maybe. Like Greece. Well, I'm from Italy. Piacere. Piacere. What are you doing? I don't know. Just trying to create a look over as you.好了，我们这个手工艺作品也体验完了，感觉非常棒，太棒了，非常棒啊。咱们现在呢就
皇陵遗址，它是五千年前级别等级都非常高的一个墓地，它是在1986年的时候进行考古发掘的，所以年代还是比较早了。对，当时也是做考古调查的时候，那您看这块碑，1996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是吧？对，这是我们1996年就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一个国宝单位，现在呢又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这里一共是发掘了11座墓葬，级别、身份、地位都非常高。都是在这一块吗？那您看就这里啊。对，这是16号，这是12号，一共这里一共整个区域是11座墓葬啊，11座墓葬。所以这里咱们看到的呢，它是这个复原的，就真实的墓坑就在它下方，大概有六七十公分的样子哈，就真实的墓坑。所以看到的这些随葬品的摆放，也是按照当时东西是怎么出土的，这些随葬品放在哪里，然后给它做的1:1的还原了。这里面级别最高的就是12号，嗯，这个可以说是，就这个是吧？对对对。这里的12号墓葬呢，可以说是整个良渚文化地区，就是咱们说的江浙沪长三角的这个区域，级别身份都非常高的一个王。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有科技馆的体验馆，对吧？是的，这是我们园区里面的5G 数字体验馆。这个是右手的。那这个怎么发？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不到。对，我知道，我会跟你说的，就这样握。然后待会儿下一关游戏啊，会用到手。哦，抓到了。我们下个地方是哪里？下一站呢，就是你最喜欢的鹿苑。很温顺的，对呀、啊，嗯。除了古镇遗址公园良渚，还有一座博物园，这里面都是良渚出土的非常精美的文物。那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一下吧。咱们今天去的那个古城遗址啊，它是实际发掘那些器物的一个地方。它是5000年前的一座城，然后那些发掘的器物发掘之后了以后呢，我们是把它集中收藏，然后做展示，所以才有这个博物馆。哦，那良渚博物院呢，它主要是分为3块部分。第一块部分，它介绍的是它的衣食住行，它的生业模式。第二个展厅集中介绍的就是咱们的那个古城，哦、古城的格局。哦哦。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3个展厅。第3个展厅叫玉魂国魄，整一个展厅都是实物、哦、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看到在墓地里面的吗？我们看到那个反山、墓地里面有很多这个玉璧哈，这叫玉琮嘛，有一件器物叫玉琮王，那个玉琮王上面它不光是转角上刻，它就是正面的这个槽，就这个部分它还会刻、但是玉琮王现在是不在良渚博物院收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仅次于玉琮王的另外一件玉琮了、这个叫玉月像斧头一样，对不对？月，咱们在这个墓地里看到的就是这一块，没有看到这个手柄，因为这个手柄是木质的，它过了5000年没有办法保留下来、所以它烂掉朽掉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军权的象征，这个叫3叉形器，这都是原物了，而且它还有这个纹饰，包括还有很小很小的碎孔啊。这个是叫黄玉璜，玉璜，它怎么戴呢？您看，这是当时出土的时候，玉璜和这些这个管串啊，它是包括圆牌做项链的啊、非常漂亮。咱们再往前走。Hello, meet you again. What a coincidence. Yeah.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museum? It's fantastic. I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actually. Yeah. I'm teaching in the university in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Oh, wow. So we apply digital technologies. Okay. For our buildings.
So it's really impressive from that perspective, and also the exhibition reminds me my home country. I think both in Greece and in Italy, we have the same great historic, long time of history. Yeah, so definitely we can see how close the civilizations we can be despite the distance. George,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Please, go ahead.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n this museum? I think it's two. One is related to what materials they used actually to build the societies at the time. So back in Italy or in Greece, we see marble. Yeah, going to the mountains, getting the marble, putting it down to the town, and building from buildings to cities. Yeah. So here they use a different material, which is definitely bamboo and wood. So there's a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orlds. And that's the beautiness, because actually it's about complementing. So if we see that from an architectural perspective, definitely we see that different materials have been used from both civilization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rban societies. And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society itself. So if we can look at this diagram over there, it's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people and how the society itself was not distributed really, but it was built up. So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even the tools that they use in different layers, showing the distinguished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from people and the respect of it. However, it's really nice because it shows how unified, despite the pyramid. You know, we see here that so as at the same time they know how to walk together, despite they are in a pyramid. You can see that from these years it's been followed up to date, and I was really impressed to see how strong and passionate are about this, and how they strictly develop the systems in a way to really matches the history, the past. So definitely what we see in the modern China has been followed over the years, which is really nice, and I think this is what makes them really uniqu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most welcome. 好了，今天的路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就是在中国每个人都会说中华上下五千年，而这里是真正真正的五千年。良渚古城的遗迹也被保护得非常好，而且这里有很多方便参观的设施，风景也特别漂亮，而且良渚博物馆里面的文物也更加的精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来这里参观肯定会收获一段很有文化很愉快的路程。所以呢，最后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参观良渚遗址，感受中国的文明。拜拜。